我跟陈宇恋爱一年，结婚三年，每天睡在一个床上。我今天才发现，我一直都不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你们平时都说我大大咧咧的，说我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，我还当你们是夸我呢。你们俩的问题就是，一个不问，一个不说。陈宇也有他的问题，他就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。我今天从那个咖啡馆走回来，我就一边走一边哭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我真的是那个眼泪，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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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往下掉。我都没想到我会是那样的情绪，我就真的有在想，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，他默默的干了多少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比如说吸尘器，我也会用一用，但我从来都没打开过，我从来没打开看过，说里面的灰尘我要清一清，那到底是谁清的呢？然后还有我们家里的各种遥控器，我从来都没换过电池，我真的就没想过说它什么时候没电了，我该换个电池了，都是陈宇在干的。还有你说工资卡，你说哪个女生每个月把工资卡打到老公卡里啊？其实我就是懒，我懒得管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？就我真的就只顾着去贪图舒适，然后偷懒儿，然后我还要抱怨生活平淡。就我今天我才明白你跟我说的那句话"先独立后爱人"。你说我连别人的好都看不见，今天陈旭突然找我。他跟我说完那些话，我心里特别堵。要是我特别堵的话，我真的就是，所以我把你叫过来，我要跟你说一说。我就觉得我辜负了陈宇，我觉得我特别不懂事儿。我以前他做什么，我都觉得理所应当的。小琴，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你已经离婚了，你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最近总想起他说的一句话，就是生活中的那些鸡零狗碎，让人没了意思，没了光彩。从前不信，是因为不明白什么是鸡零狗碎。堆在水池边的碗，浸满乱踢的心，
生活就是鸡零狗碎，而不是游戏时间。喂，黄村长。哎，啊，我现在在外面谈事儿，还没看呢。啊，我现在就看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山里连着下了一个星期的雨，气温骤降，一大半的茶树都遭了晚霜，再不及时解决，树就完了，来年开春的茶就别想了。那有什么抗寒的措施吗？前阵子卖茶卖得不好，家家都艰难撑着，别说养树，人都快养不活了。孩子，我知道难为你了，可我实在是没辙了。咱得买焦米灰烧起来，还得抓紧铺草御寒。可这些都是钱呐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到那边先看看情况，如果问题棘手的话，我把陈旭派给你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。本来这次说好了陪你一起去厂里销毁烟花的，现在也没办法了。这次销毁那些过期烟花很重要，你一定得把好关，千万不能让那些烟花流出去，留下任何安全隐患。放心吧，心里有数，又不是第一次销毁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跟爸说好了，他这几天会过去咱们家帮着陈姐照顾子妍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啊？快了，走吧。到了那儿给我微信。嗯。你也注意安全啊。好。拜。在这儿，想陪你出差啊？你疯了！我要去烟花厂的。是你说你这次出差就你自己，才订票的。那也不行。哎呀，我都想好了，就说我是你秘书，我绝对不倒。求你了，我每天只能在那个小屋子里面数着日子，我好久没看你放羊，想见你。行，别说你是我秘书，一起去工作。好，好的。你说呢？我说你说这话，你哄哄。其实本来冬季该是咱养护茶树的季节，可是现在气温骤降，遭到了晚霜。你看，再不及时处理的话，顶多一个礼拜，这顶上的枝杈就会开始枯了，这个就很难再长出新芽了。咱们这次有多少茶树遭了霜冻啊？阳面太阳照射足的地方还稍好些，也得有六七成了。您说的那个烧焦泥灰要买那个需要花多少钱啊？我带着人核算了一下受冻的亩数，我觉得保守着估计也要是六七万。徐总，路上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秘书悠悠。哦，你好。你就是悠悠啊？对。我们一直有联系，
就是没见过面。对，之前不用我出差，所以没来过这儿。哦，没事，我待会安排人再加一间房。好，徐总，集中焚烧的准备都做好了，我们先上去歇会儿，等天黑。好好好，好，来，徐总，嗯，我帮你拿吧。见过这么多烟花，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做出过蓝色烟花，这是一种最新提炼出来的染色林，对存放的干湿度要求极高，易燃，不易存放。哎，就剩下这些试验品了。顾家说太危险，不能量产。我这次过来就要把它全部销毁。心里不舍得。如果这么危险的话，那他说的是对的，不应该生产出来。幸亏这次我来了，有机会看到这些独一无二的烟花，都已经印到我心里了，再也忘不掉。你真的喜欢吗？当然了。只可惜啊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好，都原地不动啊。徐总，都放完了，效果还可以吗？特别好。真的？嗯。那我通知工人收拾了。文言，蓝色烟花继续生产。啊？不是说销毁之后就不再生产了吗？烟花是我设计的，听我的。那顾家我说了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盯一下存放仓库。来来来，都动起来，上车，啊，注意安全啊！那个安全员呢？巡视一下明火。没关系，你接吧，我先去车上等你。好。哎，老婆，我这边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一大部分茶树都遭了霜冻，我得尽快解决，要不然问题会越来越严重。这么严重啊？那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没什么要帮的，我自己能解决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烟花都已经集中焚烧了吗？已经全部销毁了，工人们正在打扫。嗯，你拍一下给我看看。好，你等一下啊。看到了吗？全部销毁了。嗯，那你也早点休息，咱们家里见。恭喜了。你干嘛自己来考试啊？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不愿意跟我来呀。知道我生气，还不买点好吃的哄哄我呀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行，我想想啊。现在也是有证的人了。那也要谢谢你啊。走吧，带你庆祝一下。你开。我可不敢。瞧你那个小胆吧。上车啊。哦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订了崇明岛的酒店，咱们去过个小周末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？我什么都没准备。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不就够了吗？
不行不行，我那个换洗衣服、护肤品、充电器我都没带。你带上身份证就行了，缺什么去了再买。像这样的话，我看看啊，小舅子过河算入居啊。下来，我把他干掉。哎，喂，爸。啊，我在茶山呢。我能不能跟您借一笔钱？出什么事了，闺女？我这边茶山需要一笔钱周转一下，烟花公司那边现在也比较紧张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幻山张口了。哦，需要多少？要15万。哦，那一会儿我取出来，我打给你，啊。我用完了就尽快还给您啊。哎，我没有用钱的地方。你有急事儿，你先用着，啊。哎，还有。你跟幻山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也有不想张口的时候。行，我一会儿把打给你啊。这样吧，喂，陈姐，你去帮我把那个限量款的包拿去二手店吧。对，就是那个蓝色的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甜。我去买水。喂，嫂子，我哥明天一早的飞机就回家了。估计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他决定要回去了是吗？嗯，他说用不着跟你告别了，但我还是觉着应该得跟你说一声。你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这么快菜都上齐了？啊。听说他们家的牛排特别好吃，是吗？来尝尝。怎么样？嗯。酒店房间我开好了，大床房。嗯，
确实不错。来，来啊！啊！庆祝你顺利拿下驾照。啊！怎么干了？那我也干了。别自己喝呀，我陪你。等一下，钟小琴，把身上的饰品小林碎放这个袋子里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吧。哎，老公，你看到我婚戒了吗？婚戒？没看见啊。我这两天想戴，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再找找。要实在找不着，咱就买对新的。这么拒绝我碰你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有道过不去的坎儿，所以我一直等着你，尊重你。但是互相喜欢的两个人，这些亲密动作不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没那么自然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但不是爱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再去开间房。我不用了，我得回去。小杨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去。不想骗你，陈宇明天要回老家了，他不回来了。之前有好多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我得去见他一面，我要去当面跟他说个对不起，要不我心里堵得慌，我过不去。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我不是后悔，我是混乱。
我可能自己都没有认清楚我自己。小瑶，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清楚，我需要冷静一下，我想清楚了我会联系你。姑娘，到哪儿去啊？回市区。去市区啊？那过路费得你出。没问题。啊，上车吧。怎么回事？爷爷怎么就突然就倒下了？哎呀，到底是什么具体情况，咱们也不知道。你小叔啊，让赶紧回去。哎，我请假跟你们一起去吧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行，你工作那么忙又那么重要，你安心工作。我们去了那边，要是爷爷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打电话叫你来啊。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行行，赶紧走吧，这样的话自己。放心放心，到了给我打电话啊，你自己当心点啊。姑娘，这么晚还回市区啊？啊。要不，咱俩也凑一对吧？从今以后，我们相濡以沫吧。师傅，你怎么没走高速啊？啊，我想去上个厕所。真的没，一个路灯都没有。
你怎么了这是？你先别哭，慢慢说。我叫王鹏，我试了好几次才打通你的电话，可能很快就又断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打开手机地图，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。不能，我已经走了好半天了，我连来时的路都找不到了。你身上受伤了没有？我受的是坎都破了，但是我还能走路。朱长青，你听我的，你现在先深呼三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看看视线范围内有没有光亮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去找人问问自己到底在哪儿。如果要没有的话，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指示牌。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，把手机挂了，保持电量。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，问清楚了以后给我回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定会没事的啊！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小琴，喂，你说的都没有，没有亮灯的房子，也没有高速路口，我好害怕呀。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别哭也别慌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的。我这只有一个三岔路口，我该往哪走啊？你听我说，别再往前走了，就留在原地。我问你，你好好想想刚才是在哪上的车。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经过什么标志性建筑物？好，啊，你接着说。哥们，干哈呢？灭灯了。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啊，拜拜。小琴，别再玩手机了，接上手机电量。如果要是困的话，就原地跑一跑。千万别睡着了，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，原地等着我。我马上就到。
暖和点了吗？嗯。我把座椅加热给你打开了，一会儿就热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之前给台里做过一个关于崇明岛生态环境的报道，那个时候这条路我一周得跑两趟，得弄清楚这周围工厂啊、生态环境的一些情况。你刚才大概跟我一说，我就想了几种有可能的范围，剩下的就看运气了。这也就是运气好，你知道我来的路上脑子里想了多少种可能吗？万一你要是……不是你这是闹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儿非得赶夜路回来啊？你还敢问？你是不是一大早的飞机就要回山西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陈旭告诉我了。你就真的要回老家了是吧？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，连个道别都没有就回老家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死了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。所以你赶夜路回来，是为了送我？陈旭怎么跟你说的？陈旭说你要辞职了，你要回老家的电视台工作，你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还笑？我是买了今天的票要回老家一趟，但是我是为了疏解一下我妈的情绪。我妈知道咱俩离了婚，就一直憋着想来呢。我怕她来了见你，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，我就说当面回去跟她解释一下。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事儿。所以你压根就没有辞职啊？没有啊！啊！我差点就白死了！哎呀，呸呸呸！死什么呀死！哎呦，行了，没事了啊。慢点啊。腿疼吗？就是弯的时候有点疼。你这地儿还挺好的呀。嗯。慢点。香吗？在那儿呢。把手给我。昨天刚找到的，找到就好。可能会有点疼啊。嗯。再坚持一下。一会儿我走了之后，你先洗个热水澡，伤口别碰水。洗完澡以后，自己再给自己冲一个感冒药。
陈宇。嗯。谢谢你。好多好多事都应该谢谢你。声音都醉，我是我的。